大家早啊！我今天来到台北渣男马拉松，现场超级多人。可是这次我是参加13公里的比赛，所以我就比较不急不徐，因为这边都是半马组或者全马组的朋友，超级多人。然后待会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我跑13公里的过程吧。好可怕啊！这场比赛听说有30000人，赶快记录一下。今天的贵重物品都带了吗？有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带了吗？超级多人，13公里，全部都是人。我已经想办法挤到队伍最前面。今天的目标还没设定好。目标就是5分内完赛就好，1公里5分钟。10秒的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出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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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跑出人群，实在太多人，真可怕。中正纪念堂，尖山开的路线，但是绕中正纪念堂这么一圈，回到中山北路之后就一直直走，有点喘，刚没什么热身。今天天气还蛮凉的，但没有前几天那么冷，所以还好。1公里4分10秒，太快了，有点喘。第二开4分10秒，要绕回起点了，已经绕一圈。接下来跑到中山北路，已经回到最圆环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到中山北路，现在路线就是一直走中山北路直线，然后到底我们会转弯进水门。啊，现在配速比较快，是有点喘，我已经慢慢追上21K公里的半马组。第3K 4分12，我们已经到中孝东路了。还有10公里，加油！现在13公里跑后面，有点塞车，跟半马都挤在一起，超难跑啦！要去找缝砖，不然就被卡住。路大概就是这么宽而已。第4公里4分25，因为太多人了，卡住跑不动，继续抄小路。4分27，来到第一个水站，等下感觉就非常的拥挤，抢到水就离开，抢后面一点的。很可怕，半马跟3K的水站卡在一起，有点灾难，太多人了吧？现在8公里多，加油！快到圆山桥了，中山北路尾端，我们终于稍微脱离半马的跑者，人太多了吧？
6公里，基本上是快上圆山桥了，还有7公里。我们追到21K，两小时15的配速，在13K往河堤里面，就会开始喷倒。上坡，要去上坡啊！超多人，现在准备半马、全马、13K喷倒。去右转。进河堤了，就有点距离。前面人超少的，你看，半马跟全马的跑者还在上面努力着，加油！我们13K可以已经进入河堤，准备往大直桥方向前进。现在大概快7公里，还有6公里多。喝完水，好一点，不然今天穿太多有点热。4:45，第8K，哇，感冒有点不舒服，顺顺跑完就好，剩5公里，9公里，4:58。哦，感冒有点跑不动，后半段有点不太舒服。10公里5:04，还剩3公里，真的跑到床上吐的。啊，今天状况太差了，然后前面又有点没有那么保守，冲蛮快，超想吐。11K。5:02，剩最后2公里，终于快结束了。我们已经回到圆山捷运站了，这边是旧的那个儿童乐园，最后1公里多，终于快到了，但现在有点开始飘雨。天气还蛮好的，小飘雨其实对跑者来讲比较不错。12K 5:13，最后1公里了，最后一段了，大概在600公尺，快到了，加油！我们刚是从那边跑下桥，哎，现在这13公里还在那边，快到终点了。最后500公尺，最后后面，最后面，已经看得到，就在远方，最后200公尺，快到了，加油！13K 5:03，快到终点了。61:37，太累了，真的不能没训练来跑，而且有点感冒，跑得超级不舒服。跑完了，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非常推荐，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跑步，然后对于比赛还有点害怕的朋友，你可以来挑战13公里，因为我觉得路线很亲民，然后距离不会太远，重点是跑起来其实非常好跑，因为整路都是平的，没什么上下坡。如果你还在犹豫，不敢踏出你的第一次路跑的话，下一次可以选择看扎达的13K路跑。
1小时01分39秒，总距离13公里。第六站以后，目前配速4分40。我们去领物资吧。嗨，你好，谢谢谢谢。恭喜完赛，谢谢。奖牌，谢谢谢谢。恭喜恭喜恭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感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次我来带大家跑一下扎达马拉松13公里组的比赛。其实我非常少参加半马以下的赛事，因为对我来讲好像跑得不太过瘾就已经到终点。但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非常适合推荐给如果你还没开始跑步，但你想要参加第一场路跑赛的话，我觉得扎达马拉松13公里的这个蛮亲民的组别，欢迎推荐你下一次来参加哦。我是你的教练梁德瑞，不可以订阅我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